来自耶稣的母亲信息，关于准备进化，协调身体、情绪、精神体。通灵，梅兰妮·贝克勒。亲爱的地球上的孩子们，我是玛丽，圣母玛利亚。此刻与你们同在，向你们敞开心扉。事实上，有许多滋养和治愈的天使在场。因此，透过让自己在这一刻放松身心，专注于放松的感觉，进入内在，你将能够吸收此时此刻在你周围传递的神圣的无条件的爱。当你越来越深入时，呼吸并放松，因为透过专注于这些话语，你的心会得到神的治愈。释放过去的痛苦、悲伤和困难，让你准备好进入神圣之爱的新水平或新境界，因为这个新的周期现在再次开始。在自爱和关怀的基础上，你会在许多方面进一步体验到爱。事实上，照顾好自己意味着尊重你的身体，将其视为神圣的殿堂，以最大的关怀和尊重对待它，倾听心灵和灵魂的直觉指引，这将鼓励你继续前行，精心呵护自己的身体。因为如果你要继续提升精神境界，这是一项基本的运动。因为当你的身体健康时，你就能满足情绪体的需求，找到营养。你会发现更容易治愈你的精神体，并进入静心冥想状态，而不必在你的身体形态中处理这么多的毒素和密度或稠度打交道。因此，滋养你的身体需要透过你摄取的食物来滋养。此时此刻，你的指导灵和守护天使以及整个宇宙都为你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支持，以实现和创造你的梦想。因此，在这一刻，当你专注于内心时，让自己播下一颗思考的种子，思考自己进入这个新的周期，思考你未来想体验什么，尽管它看起来违反直觉，无论它是什么。你的目标，你的第一步就是以更高层次的关怀来爱、培育和对待自己。为自己奉献不是自私，也不是虚荣。对自己的爱和慈悲使你自己能够爱他人并慈悲或宽容他人。你与自己分享的爱、感情和关怀是能够将爱、丰富、同情和所有美好事物的祝福溢出到你生命中的他人、集体意识和所有人的先决条件。因此，此时你所吸收的和所发出的都会以神圣的频率提升。我现在向你敞开我神圣而高贵的心，对你们充满爱和慈悲。让自己接受这一份神圣的爱，作为对你的肉体、你的精神、你的神圣之心的治愈，连接你的心和思想，这样你就能感知、认识和行动，与爱保持一致，与帮助你在道路上前进的东西对齐或保持一致。凭借着巨大的自爱和关怀，您将拥有实现和创造目标和梦想所需的能量。你将拥有必要的平和与平衡，以在任何情况下对他人保持富有同情心的观点。事实上，你对自己的爱不断建立和增长，这样你就能让爱满溢出来。你给予和分享的爱，你周围的爱，会激活或活化你，提升你的振动，调整你的频率。更多你的精神之光，你的天赋，更多神圣的爱，这是在各个领域改变你生活的关键。各方面的进步，为自己也为他人。神圣的爱现在在你周围流动。允许它赋予你决策的力量，净化和治愈你的心灵，提升和平静你的精神，让你现在准备好直接频率下载神圣、神圣的爱，带着平静、平衡和治愈你的特定意图和目的。你自己的每一个面向或方方面面都会完全、
充分、彻底地接受神圣之爱的祝福，神圣之爱的净化，使你适应神圣的耐心、快乐、幸福和理解相契合。现在就消除或吸取过去的痛苦，放手吧，你的天使将帮助你释放一切不再为你服务的东西或事物。感觉自己随着每次呼吸而变得更加轻盈、明亮，透过神圣的爱得到净化和提升，净化和赋予力量。此刻，请在你的脑海中重复这些话语：我爱我自己，我爱我自己并认可我自己，我的爱满溢出来，惠及所有人。现在，在你心轮的中心，透过神圣的直接频率得到净化、转化和提升，你的情绪平静和清晰，你的精神被爱激活和加强。这样你的心灵现在就能绽放、敞开，绽放您脑海中的玫瑰，使您能够以同情心对待自己和他人。因为这种慈悲之爱、神圣之爱的震动，将使你与你的神圣蓝图保持一致，在你的成长道路上前进，以实现你的目标、你的使命，并在你的生活和更广阔的领域中创造许多正面的改变。当你敞开心扉，当你有意识地选择能量调频，站起来，充满自己，用爱包围自己时，精神领域就会有如此多的支持和爱向你提供，神圣的爱和光将会倍增，传播并造福世界。所有一切的领域，我，圣母玛利亚，很高兴在这个新的周期开始过程中帮助你，以彻底的自我照顾和爱心来对待自己，使你能够在服务、领导、轻松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通过什么方式都可以实现这一点。你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非常支持你，你将得到极大的支持。能量是一致的，爱是内在和周围的。吸入爱，呼气时，感受爱流遍全身，疗愈和滋养你的整个存在，进一步提升你，使你能够对他人充满爱。无论你走到哪里，成为神圣之爱、服务、同情的灯塔，服务所有人，为你自己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好处。现在带着自爱和关怀踏上新的旅程，在这个强大的时刻，能量调频到为你提供的神圣祝福的无限供应。敞开你的心扉，让爱和光与智慧成为你的向导。继续前进，因为一切都将安好。透过爱和光的力量，对过去的宽恕和对未来的同情，你在精神上、情感上、心灵上和身体上，都将得到极大的支持、净化、转变和加强。对每个人的爱都有巨大的作用。现在继续带着爱之心与慈悲在你的心和头脑中。我，圣母玛利亚，将神圣之爱的无限祝福从我的心中送给你们。接收、呼吸和传递这种爱，在所有现实、所有范式中创造一股爱的浪潮，用神圣的爱、关怀、同情和祝福注入所有可能性。我感谢你们所有人今天来到这里，团结你们美丽的能量。来自圣母玛利亚的祝福。I am Master Mary.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
Thank you.